家好，欢迎来到侃侃汉语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汉字是果。果的意思是 fruit。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汉字是怎么写的吧。竖，横折，横，横，横，竖，撇，捺。果分为两部分，下面是一棵树，上面是结的果子。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字能组成哪些常用的词语吧。水果，果汁，苹果。怎么用这些词呢？ I want to have fruit。我想吃水果，我想吃水果。 I want to drink juice。 我想喝果汁，我想喝果汁。 Give me an apple。 给我一个苹果，给我一个苹果。这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赶快订阅吧，下期见。